各位大德，大家晚安。我们上个礼拜是介绍这个第七世啊，那么第七世这个后面啊，他谈到恒审思量，我相随，有情日夜正昏迷。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想他补充一个资料，在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这边有一个无明分类啊，再补充一下。我们一般讲无明，就是说在啊，我们所看见的，一般比如说十二因缘，对吧？各位记知道十二因缘吧？十二因缘是无明缘、行行缘、识、名色、六入、触识、爱求、生老死。那个无明是，就是业感缘起讲的无明啊，小乘所谈的。此地所说的无明呢，是属于唯识所讲的，大乘所谈的无明。但是我们一般谈到无明啊这个名相的时候，就是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的三惑啊。那么无明是藏处中道啊，我们从那个这个一般啊，先破见识惑，再破尘沙惑，再破无明惑，这是天台里面所讲到的这三个惑。在天台里面，它的破惑过程，这破见识惑，就是用一切智，啊，就是知道一切法总相是空性的，啊，就是空观，啊，那个，这也是啊，就是总相总相的观。那这个所证到的一切智呢，是什么？是罗汉所证的。那么证到了空观是总相，是诸法的总相。接下来，
就是啊，罗汉他能证入空性，可是他住在偏真涅槃，不能一体起用，所以他必须要起别相俗智啊，俗智就别相假观俗智，就是差别啊，这个是属于平等的空观，这个是要差别的啊。一切智是证一切诸法总相是空的智慧啊，这个诸法包含我们三界六道一切法。道种智呢，就是要一体起用，起差别用，就是菩萨道所修的种种不同的智慧，了解众生各个不同的修假观啊，前面就是真谛，这就是俗谛，世俗的差别相。接下来就要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一切智加道种智，就是有体有用有啊种相有别相，而恰到好处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先是空，然后次假啊，这是假啊，这个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因此我们说在天台讲无明或破的话，要用中观，所以中谛，所以中啊中谛观，就是破明无明惑，这是天台所说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呢？谈的就是唯识中哈哈的解释方法，讲无明啊。那么他讲的无明呢，就分为下面这两种啊，一个叫做相应无明，一个是不共无明啊，不共无明。那么所谓不共无明啊，又可以分恒行不共无明跟独行啊不共无明这两种了。那么所谓恒行不共无明，就是属于与第七识相应的啊，我们前面讲了我见我慢我爱啊，就是还有一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少了一个我痴啊，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就是恒行不共。什么叫做恒行？恒行就是说这个无明随时随地都存在，都在啊，没有破除第七识，没有转世成智，这个无明就是存在的。另外还有呢，叫做独行不共无明，就是与第六识相应，与贪等根本烦恼不相应啊。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下面啊，下面这个有个解释啊，不共无明，意思是相应无明的对称，又作独头无明，即与其他贪等本惑不相应而起的无明，乃具舍与贪等实随烦恼不相应而起的无明，为不共无明，唯识中更非不共无明为二啊。就刚刚讲到有恒行不共，指第七识莫那相应的无明，这一个无明是一切凡夫无始以来相应不断而起的我见我爱我慢三大惑相应能障现啊。这个三应该是用四大惑啊，不是我见我慢我爱。独行不共无明呢，就是指第六识相应，然与贪等本惑不相应而独行起的独行不共无明，是一
与愤恨等随烦恼而有聚起不聚起之别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举个例子来说啊，以前这个唐朝有一位禅师就在讲无明啊，学佛要破无明。当他讲完以后，那那个时候往往都会这些禅师都是国师，皇帝都有时候都来听的。那么就有一个宦官也来听，宦官就听不懂什么叫无明。这个禅师讲完以后，就宦官就上去了跟他请教，禅师啊，请问什么叫做无明？我听不明白。结果各位知道禅师怎么问呢？禅师说：“你不配问。”这个宦官，这个宦官是皇帝很宠爱的，啊，你不配问，他就心中怒气一生，他说：“这就是无明。”啊，你问我什么无明？这就是无明。那这个无明呢，是属于什么呢？啊，就属于独行不共无明了。可是我们一般的无明，随时随地按照唯识学想，我们都是无明。有情日月正昏迷，都是在无明之中啊。无明大梦，所以梦有三个，有见识梦、尘沙梦、无明梦。所以我们一般讲无明的时候啊，有时讲的无明是第七世这个啊，在三界六道之中，你没有这个，所以我们看啊，说有四十一品无明，或四十一品是一个等次的无明，破一分无明，借一分法身。法身，法身就是法性身，或者法性就是本性，就是地上菩萨。这天台就是分正极，就像说这个看见月亮，比如月亮把它分为四十一个层次，露出四十一分之一，然后两分三分四分一直到四十一分，四十一分就是无明全部破光了，啊，这个在这个月亮啊，十五的月亮，就是无明破光了。所以我们一般讲的无明是什么？是恒行不共无明。唯识学的话，就是第七世所执着的那个我执，那个根本的那个无明啊，而言的啊，这是第七世所讲的。可是有时呢，是这边讲了跟第六世相应的啊，但是有第六三有与贪等本惑不相应而独行啊，独行不共无明，复依恨愤等而有聚起不聚起，聚起就是一起起来或者不一起起来。像刚刚我们举的那个宦官的例子，就是属于聚起，不是属于。所以说他说话的时候你要看他哪一个啊。那么下面说主独无名以的啊的主独不共无名与水等或不聚起成之，与大水啊诸或中水二或聚起而引其体用，独显己之体用。比如说主独无名是什么？我们在禅坐，突然度孤了，这就是主独无名出来了。
所以这种无明了。啊，那非主的无明呢，反之以随烦恼聚集的称之，则与分等之小随或聚起，小随或之体用显，无明之体用隐啊，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哎所谓的啊无明，就是说，啊这些就是哎就很复杂，啊。嗯，然后无名后到最后就是也是破一根无名这一根法身到最终是，中观即空即相即中，那他应该就是跟大波的大内坛经的那个中道实相应该是，这是天台的，天台的，哎，天台，对。那他大波的这个就是跟内坛经里头的中道实相是不是就到那个中观即空即相？对对，这个这是原教的思想。原教啊，原教。老师有讲那个，就是破一根无明，就法身法性的时候，都在讲北教是地上菩萨，但是在原教是法身大士，就是初住菩萨以上。对，原教对，是原教哎一样，反正就是见性，就是原教相当于别教的，对。然后这里有一句话叫"独行不共无明"，对，没错，所以就是它分得很细，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恒心是有的是跟第七识相应，啊，有的是跟第六识相应，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它都是一种执有，哎，执有，哎，对，就对，就无明就是说，简单说。跟第七识相应的比较更微细，我们觉察不到，跟第六识的就比较的粗，我们容易觉察得到，一般大约的就是啊这样的一个例子，哎，对，然后呢就是与第六识相应之中又可以分为主读跟非主读，啊，主读就是这个比较显跟比较隐的，显的是比较外表的，隐的是比较隐藏的，啊，那么啊大概是。啊，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讲到无明啊，就是这个刚刚讲了啊，有与大随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常常会显现出来啊，叫大随烦恼。昏沉、掉举、不兴、懈怠、散乱、不放逸等等，这些都是啊，都很容易显现出来的。还有就是一种情绪的，不是，它是从那个大随烦恼或者跟小随烦恼相应的，啊，所以这样的，比如刚这边，不是，我们所讲的就是第七识，啊，其实第六识也是有根本烦恼啊，啊，你看，然与贪能本惑不相应，啊，贪能本惑不相应的，啊，这个前面就是。第七识，那就是跟根本烦恼相应的，哎，那这个就是不，哎，这个不相应啊，而是
跟这些比较佛面的那些大罪烦恼跟小罪烦恼，哎，这个而有差别，哎，变得非常细微。那么，可是讲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说，如果如来藏思想就不是这样，啊，如来藏思想比较简单，比较直接，啊，就六祖坛经，啊，我们说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些话，这里。比如说像六祖坛经有类似的话，就是说前念迷是凡夫，后念觉是佛。那这个如果按照唯识学的话，都是迷啦，啊，都是迷，哎，你要么是独行不共的无明，要么是啊这个主独无明不共无明，或者是非主动无明的不共无明，啊，只是这样而已。哎，就是我平常我们没有觉，可是这个呢，前念迷是凡夫，后念觉就是佛。哎，这个就，哎，就是如来藏思想。那么也可以说，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是如来藏思想跟我们这个唯识的思想在思考上根本不同的地方啊。觉跟不觉这两者之间，那么如来藏思想像起行论啊，你觉跟不觉，这个是属于非一非二的，非一非二的，那么可以这样讲啊，可以这样说，这个不觉好像一百之光啊，那觉是一百之光，不觉呢就是说一之光啊，就是百分之百啊，百分之百的，以一之光到十之光，一之光也是光，一百之光也是光啊，就两个都是啊。所以因此你怎么样把这一支光慢慢变成十支光，十支光变成二十支光，二十变三十，到了一百。所以无明跟明这两个，无明等于说是暗，明就是比较亮，暗是看不见看不清楚，亮就是看清楚。所以好像说今天没有阳光，无明，天比较昏暗，那就是无明了。可是太阳还是出来了，太阳没有出来那整个是黑的嘛，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无明跟明，就是这个问题了。觉跟不觉就是你前念后念，所以说，前念迷是凡夫，后念觉是佛。如果是念念觉呢，那就是念念是佛了。凡夫是念念迷，所以念念都是凡夫。那我们是迷的多，觉的少，
啊，然后你把慢慢就跟慢慢觉得多迷的少，然后只有觉没有迷，就是凡夫就变佛啊。所以这个，所以后面就是一念不觉就是凡夫。对对对，这个啊，这是如来藏思想跟这个唯识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好，那么我们就暂时到啊到这里。下面呢我们看第八世颂。第八世颂啊，第八世颂说，唯是无复无记性故，以其不与烦恼聚，故名无复，性平等无伪聚故啊，名为无记。唯是论云，和阿赖耶识无始时来乃至未转于一切未恒于此无啊心所相应。那么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后面啊，就今天我们发了一个讲义啊，就在后面，各位看到这里啊，今天的受熏此种根生气，受熏此种根生气。有没有看到啊？这个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这边啊，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视窗啊，里面谈到唯识三十颂啊，唯识三十颂里面呢有一句话，这是三十颂，有三十个颂来讲啊，那么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一世所变，此年能变为三。二啊，为一熟思量及了别性事。也就是说，这边注意到一个，我们从唯识学来说啊，我们读中观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唯识学也讲假，说我们说有我执有法执，这个我跟法都是假说啊，也是假说，有种种相转。这个也可以说唯识学所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现象界，是谈的赖也缘起，我们现象界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情形。那么它是怎么样？依事所变，唯识学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叫什么？四个字，叫做什么？唯识无境，就是所有的境界都是唯识所现。老师，但是华严讲的更好啊，不是，这两个不一样。啊，华严是如来藏思想，唯识是法相的思想。那么此能变为三，为一熟
一熟就是阿赖耶识第八识，一熟识，哎，思量就第七识，我们刚讲过的啊，恒等思量，即了别尽识，了别就第六识，啊，也就是说，按照唯识学，有第一能变、第二能变、第三能变，它是有三变的话，就是第一能变就是出阿赖耶识，啊，那二才是思量识，三了别尽识。这是三个的特征。啊，嗯，哎，他跟大圣起心论的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也掌握处理过的一个见分、相分跟境界这方面的转向。嗯，这边靠得上吗？还是不一样？嗯，不一样，不一样，大概啊，哦，各位看到这里啊，哦，有点像在你看这边阿赖耶识哦，这是见分、相分。对。啊，见分、相分有没有？啊，一念不觉生三系，有无明业相转啊，然后后面就是能见相、境界相，就是见分跟相分。但是不同在哪里呢？阿赖这个起心论没有谈到啊，哎，前第七识、第六识。前五十没有，没有谈。按照我们唯识来说，第八识有见相两分，第七识也有见相，第前六识第六识前五识全有见相，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唯如来藏思想是比较简单，就是能所对立啊。所以这边就哎，能见相跟所见相。啊，所以它都含摄在内，啊，这样的。那么这个啊，哦，这个你看，各位看啊，哦，这是更细腻的说，你看，阿赖耶识的体叫自证分，是它的体。任何东西都有个体，比如这东西有体，可是这个有个相，它的体是圆的、长的，可是它有个相，一个是相是看得见的，体是看不见的。很用，这个杯子有什么用？这样，那么他这里呢？啊，说见分是什么？是变成我执第七识。相分是什么呢？是啊，所受的根生气界种子。可是这个，他讲什么？不可知啊，它是属于什么呢？不可知，这个在三十种里面，出阿赖耶一熟一切种三不可知执受处了常与处，它是不可知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觉察这些根生是阿赖耶识种子跟器界。我们认为器械都是外面的，啊，没办法了解，它是我们阿赖耶识所显现的，就是所以阿赖耶识是不可知，啊，那么下面呢，啊，各位再看了啊，嗯，这个种子呢，内变为种子有根生，外变为器械。啊，为器界，啊，这样子的，啊，哇，下面还有更复杂的，更复杂的，哎，那我们暂时先不谈了。现在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所看见的这里说，哎，你看这边说第八是能受熏，复能持种子根生，即缘器界之意。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啊，那他后面还有什么呢？就叫受熏持种根生气啊，是这样的。老师这边跟这个大圣起心论最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对。那下面呢？再看一下，唯是论云，云和力啊，这个一何等意？力熏习明，熏习我们前面讲过了。所熏能熏各具四意，令种生长，令种子生长，故名熏习。熏习就是我们前面讲了，种现熏习啊，果具有啊。那么还有横水转，这个刹那灭，都是跟有关的。答。何等名为所熏四意？啊，所熏四意，这个被熏的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叫做坚固性，若啊这个法始终一类相续，能持习气，乃是所熏。此则转意及生风等。性不坚固，故非所熏。啊，什么生？我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拿这个这支笔，我把它写在虚空中，看得见吗？看不见。为什么？不坚固，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写在这个白板，白板就坚固，或者是我们说写在纸上。它有坚固，把它画在墙壁上，所以它就是有坚固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无记性，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心，此则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就第二个呢，我们今天写在这个白板上，哎，可是为什么不用红的板子？你红的板子你别容易画，它就不行了。黑的也不行，白的，白的就是等于说它是无记性的，它是中性，因为它是无记性，无记不是没有记，它是不预先记别红的、蓝的、黄的什么什么的，它是属于中性的。你用什么颜色，它就变什么颜色。你比如说你红色，它就变红色；蓝色就变蓝色；绿色就变绿色；黄色变黄色，它就是无记性。啊，这是啊，这是这样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嗯，这个下面说，可熏性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则心所即无为法，依地坚密，非所熏。就是刚才说可熏性，什么叫做可熏性？今天我再举个例子，我今天把这支笔。比如说啊，这边有一个脸盆，我把这个笔在里边洗，能够显现出来吗？一跑进去就化掉了，因为怎么样？它不可熏。可是今天我写在这上面，它就被熏了。啊，写在白纸上面，它被熏，所以它必须是。哎，这个可以被熏染才行啊，所以他说无为法不行呢。啊，我请教一下，若法平等，无所违逆，人容习气，乃是所熏。嗯，这边的状况，第一个他没有分别，对，熏嘛，对，对不对？那他这边跟第一个分别时期是莫那跟第六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这边说斗法平等，是他用他的性这方面来显象，他这个意思啊，因为这边的意见比较，我现在要再补充一下，他现在所讲的被
所熏，什么叫做所熏？所熏是被熏，所熏，比如我所拿的麦克风是它是被动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举的白纸每个例子都可以成立啊，白纸那兼注性，那白纸在这里，比方说水不兼注啊，不行啊，那另外它是白纸嘛，所以它是这个无记性的，对不对啊？这样到这边的结果是第八世切面的对对，到这边现在讲的就是第八世，第八世具备这四个，所以我说这句话就不容第六跟第七，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简单说起来就是说电脑它就是你电脑在这里啊，它不会突然资料在这里面嘛，它可熏，它是无记，就是你给它什么它就是什么，所以它是所熏，对，它是所熏，可以被熏，所以这个前面的礼物要通，后面这句话就会变成它不是假如说我们这个白板上面你把它涂很多油，我这个笔就没办法，对不 对, 对，就是不可熏了、啊、这个是讲第八世，第四，第四与能心共和合性，就是说，我这个笔画在这上面跟它合合，但是也不是一个，你也可以把它擦掉，啊，也可以擦掉，呀，但是你又可以跟它暂时合合，这样，因缘假合，这是有违法，都是这样，如。就是他这个熏是不即不离，你说他跟他一不是，你说他二也不是，那一的话他白板就是他分不开了，二的话那就那根本就是不合合了啊，所以说与能熏共和合啊，这可以是什么呢，这就是第八世叫无记，还有无复无记性，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还有能熏四意啊，能熏的是什么，是种子，比方说这个我这个笔就是类似种子，有生灭啊，有生灭，若法非常能有作用，生长习气乃能熏，此则无为，无为法则不行呢、啊、什么叫做有生灭，所以刚刚生了，我现在把它擦掉灭了，对不对，他可以有违法嘛，当然这有违法都是这样子的嘛，啊，有生灭这是种子、第二有慎用，若有生灭势力增盛，能引习气乃是能心，此则一手心行所势力羸弱，非故非能心，什么叫做有慎用，慎用就是我们今天写在黑板上我们才可以才可以看呢、啊、才可以教学说这是什么啊，有慎用啊，所以我们以前讲种子是比方说我今天比如说这些文字这些字我们都学过单字，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从小学开始就学中文了，一直学到现在啊，但是我们看了就可以说什么什么什么意思，看报纸啊看网络啊，那中文我们都看得懂嘛，就是他能发生作用，假如说一个人不懂中文人他看这个东西他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所以说有慎用，有速胜的作用，你有什么一种比如专业的技术，你有你的作用，任何东西啊都可以这样，我以前讲你学过开车，所以你碰了车你就可以开啊，你学过中文你碰了你就会啊，就是有它的作用力的，就是所以有慎用，种子是有它的，后面是有深浅，
有可争就可以行。所以说这些种子有贪嗔痴的种子啊，因为贪嗔痴种子我可以什么，我把贪嗔痴转换掉，如果它不能增减，那我熏了那就不能把没有作用了嘛。所以它能够有为，就是有生灭就有增减，有增加也可以减少啊，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与所熏合合而转，刚刚是能熏与所熏，刚刚是所熏可以能熏啊，这佛果是没有办法，佛果是空性嘛，啊，空性呢，你哪里能够，对不对？那不能动了嘛，啊，那空性，比如说我们的荧幕是空性的，你把一关掉，荧幕什么都没有啊，可是我们可以显现出来啊，荧幕是没有变的，变的是这外变的东西啊，啊，对，好，那么。下面就是这个七转式啊，这个七转式就是能熏，第八式就是所熏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啊，我们现在在看到刚刚这里啊，浩浩三藏不可穷。我们刚刚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边啊，唯是无复无记性故啊，刚刚是从这里来的，就是说第八识是无复无记，它的核心就在这里，它是无记性的，那么它是被熏。所以它是被动不障碍，所以以其不与烦恼聚，所以说无复是性平等无为聚故，故名为无记，是被熏的那个啊，这样的一个。那么下面再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无阿赖耶是什么？无始时来乃至未转于一切位，恒于此五心所相应，为触作意受想持，俱是片行心所摄。论云：如何此事？非别境等心所相应，曰互为故。欲希望所乐事，此事任业无所希望。那么。第八识是它有个特色是什么？这边有一个就是说啊，就是说阿赖耶识是无始以来乃至未转，就是还没有转至成智的时候，任何一个位置它只有与五个心所相应，五个心所相应，其他都不相应啊。那他当后面说明为什么不以这些别境相应呢？别境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五个心所是什么啊？这个第八是骗一切心地性识，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了，对不对？五骗行是骗一切心地性识。那第八是它是随时随地都是。被地心是所执着的，它是骗一切识啊，一切心也都有第八识，一切地也有第八识啊，一切性它可以被骗也都有第八识啊。那么下面说为什么此事没有别境呢？心所相应呢？曰互为故，就是跟别境等等是不相应的。比如说欲是希望所乐事，此事任业无所希望，就是这个事是随业而转，
有希望就是说，哎，我想要吃东西，等一下我肚子饱了，我就不吃东西。他有间断。那第八是没有希望。第八是这样讲，第八是恒常在三界六道中恒常被第七识所执着的，被动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被执着的。啊，对，它是一个，哎，一个被执的那个东西，只要第七识在，第八识，我现在讲第八识是阿赖耶识，因为后面转世成智，阿赖耶识就没有了，就是不动地前才舍障，就是舍掉了，啊，在八地才舍掉了阿赖耶识这个常识的名字，啊，这样的意思。无父无，他这个是应该是跟恒行不共无明相关。恒行就是时时刻刻无始劫来一直在你第八识没有转世成智之前，没有，就他一直都是存在的。对，这个就是恒行 always， 要注意到 always， 恒行只有第七识。第六没有，对，我们刚刚讲第六没有恒行，就它是无名的，因为第七识是无名，所以第八识就无名。第七识不是无名，第八识也就不无名。第七识执着它，就是染我；第七识不执着，就是净的我。那第八识就没有无名。第八识是所熏嘛？哎，就所熏的，它是被动的。对。啊，这样的，啊，这样的意思。哎，但是关键性是第七识。啊，我们转世成智要。另外再讲，就希望为性转世，此事任性，说没有希望，甚且要应持，此事蒙啊蒙昧啊无所应持，哎，不必应持也会有时间，念就铭记，此事昧念不能铭记，定专注于静，此事任运啊，他不能够专注于静等等，所以他，所以说此事为是什么？易熟性故。一熟就是做无忌，善染污等亦不相应，恶作等事啊，等等等等啊。下面就是在看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看后面啊，就是还是第八识哦。借地随他业力生，前面一句话就是说第八识的性是无复无忌性的。它跟五片行心所相应的，就是讲它的特性，它的心啊，这样的。第一个是它的性，第二是它的心所相应的状况。然后借地随它业力生，借是三界，地是九地，你看这前面讲过的啊，随着三界九地五趋之中受增一熟为总报主，我们前面不是讲了总报别报吗？也可以说，也可以说最重要的咯，它是轮回主体，轮回主体是就是赖耶缘起是轮回主体，轮回主体啊，总报主，总报啊，以一与前期色心等法为一子故，就是前七识还有呢色心等法都是依着他，所以第八识叫做什么呢？它有一个叫做什么？它叫做根本一，根本一一啊，有这个比如说啊染净一，这是第七识。有分别一，这是第八识，第六识，前六识是分别的作用很，第七识是染净，这是所有法的所依的根本第八啊，因为第七识是执着第八识为我，所以叫做染净。第七识转世成智了，第七识就变成净，
地就是没有软石成字，就叫做然。啊，那第八字是前面七势，不只是第七势哦，前面七个势的根本，就叫做根本一，它是轮回主体。那分别一就是分别外境，这样的。那么所以说，他说能够与前七势啊，所以说这边说与前七色，所以我们上次不是画了一个表举例说，第七势是树的根，第八字是土地啊，土地，哎，你没有土地，你根扎哪里啊？你也不知道根扎哪里啊，所以说是的依子树，比如树的依子，哎，树的根扎在土地上，那树有根才有上面的树干跟枝叶呢，那就第六识这样子。以彼能为屈身，屈身就是轮回，屈身六道，屈就是屈就是往的意思，就是往真六道啊，体合偏为体，具是一啊，一实有，二恒，三片，四无杂，故为体。就是第八识它具有，就是这个实有是从唯识来讲的实有啊，它没有转世成之前它永远存在，它永远片根生气界种子啊，无杂啊。现在那么全月招果自为无忌，招他业故，前六一分亦无忌故，为第七世全非业招，自是有负啊，第七世有负非他业故啊，这个我们暂时这个不去管他了啊。就是说，哎，简单的说起来啊，造业的是第六识，我们一般来讲啊，造业的是第六识。第七识会不会造业呢？第七识随的第六识造，第六识造善，第七就善；第六识善恶，第七就是恶；第六识造无忌，第七识就是无忌啊，就这样意思。因为第七识是根呢，就好我们举例说，我在外面浇水，浇到树干上，那树干上的水就渗到树根，树干就是等于说它是接受外面的，树根是经树干然后渗到根里面，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主要的啊，它所以它不是业造，它是有，因为他有执着，哎，对，所以说，基本上啊，基本上，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一个黑道老大，我是黑道老大，我派六个小喽啰跑出去干坏事，因为我是黑道啊，我干的事当然不会是好事情了。啊，比喻嘛，对不对？不是第七识，那老大不出来啊，叫小喽啰跑出去，跑出去去造业啊，老大是不出，就比喻了，啊，比喻这样，他自己不，第七识他的里面的东西，啊，他本身，所以，哎，所以说是第七识是染，所以他所第六识的都是染，所以要进，要从第六识开始转世成智。然后会影响到第七世，所以，他如果是染有尽，可是，都是第六世的一个。老师刚刚讲的说，楼第六世，这个第六世做这个造业，对不对？造业为第六世，那第七世也跟着第六世造业，对对对，东边都不一样啊，对，但是基本上是因为你是属于第七世染的第七世啊。对，善恶练习，那执行作用的是第六，对，第六是往外作用，那作用之后的结果再回到第七，可是对啊，
因为你是染，你出去的就是染，啊，你是净，出去的是净。可是，第七世它是没有，对，第七世本身是它本身不能够发号施令，它完全是潜意识，完全你没办法意识到。对，最后面就我不是举个例子嘛，说地心引力就是第七世，比如说啊，我再举例啊，我是第六世，我可以东西南北跑，你东西南北跑，你还是离不开引力啊，对不对？可是我第六世厉害在哪里？说我们现在能够到太空，你超越你地球的引力的外面，那我是第六世嘛，那是。第六世的这个能耐嘛，啊，这比喻，这样。好，那么这个，哎，我们到这个地方啊，稍微的休息一下啊。